为当时稚嫩而清秀的长相被热议，在视频中杨颖像洋娃娃一般的精致和绝美容颜让人印象深刻，水灵灵的让人真想忍不住掐一把。杨颖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网友吃惊，没想到杨颖早年就对普通话下了这么大的功夫。一次在一个非常时尚的森林里面走路，而且有很多包包，有很多鞋子，还有很时尚的音乐，每一个细小的细节再加上我的挤压挤压的头发，就让我感觉自己其实不光普通话， Baby 早年的英语和日语说的也是非常好。 Shopping The first job Here we go I'm gonna try more style of my hair I look like my grandma now モデルの仕事大好き毎日メイクして髪して仕事終わり Go shopping。从早年这些视频确实能够看出来， Angelababy 除了妆容和造型不同以外，她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下巴都跟现在相差无几，距离今天